元朝庄三角公园跟整条老街挤得满满满。新北市国际环境艺术节上周六在淡水热闹登场，40组团队超过1200位来自淡水各机关、社团、学校的成员，穿着精心制作的服装道具热闹上街，也让整条老街充满了浓浓的嘉年华气氛，吸引了30000人前来争睹。历史文化艺术还有很多这些团体的创意啊，让它变成我们非常棒的一个艺术彩街，每一年都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潮。那我们希望这每一年越办越精彩，最重要就是把地方的热忱、一个社区总体营造的精神带出来。那我相信更多的观光客会来到淡水，让淡水更精彩。文化艺术节哦，那全乡可以说淡水区全部的乡亲都动起来哦，然后吸引外来的游客哦，大家同聚一堂，非常非常的开心哦。这是我们地方上的一个特色哦。我想一年办的比一年更精彩，我想明年会更精彩，我们都会来共襄盛举的，把这份热潮、把这一份喜悦带给全世界的好朋友们。谢谢。尤其是呢，虽然这几天都下大雨，但是现在呢都放晴了哈，那这个徐徐的微风让不管是演出的人或是来参观的人都非常的舒服。我相信这也是老天哦助我们一臂之力。那希望呢这个我最后一年来办这样的一个彩街活动，让它能够圆满。那年底进市议会以后，继续支持这个活动，明天我们要办得更大更好。市长朱立伦表示，对于淡水居民而言，这并不是只有一个下午的热闹活动，筹备期间居民热烈的参与所创造出来的社区营造成果，才是让整个活动如此精彩的关键。而一年一度的地方盛事，无论是来参加的团队又或者是观众，都相当热情。我们是好玩好学团，然后我们今天是第3年参加啊，因为我们每年都带小朋友来自己制作很特别的道具，然后都是用回收的东西，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年又来参加这样子。对，因为就是我们有淡水的一个校长，然后他觉得这个彩街的活动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团体，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团体主动报名了这一次彩街的活动，所以也自己有这一些活动的一些组合跟创意这样子。那我们的气球都是小朋友自己折的，对，像那个气球女生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是淡水人，住老街吗？还是？哎，我们住在重建街。今天怎么会想要这样？哦，这是我们淡水最热闹的节庆啊，一定要来参加的，欢迎大家多来，谢谢。淡水艺术节，好看吗？好看。最喜欢哪一个？最喜欢哪个团体？刚好看到什么？龙。有龙，还有呢？老虎。小孩子参加。小孩子有参加，你觉得参加这个？小孩子很开心啊，表现出淡水的特色嘛。每一年都有啊。我想在地的居民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活动，但是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在地艺术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跟响应。谢谢。彩街进入第7年已经变成了地方的传统，而更是有许多淡水居民一早就自备椅子到老街来抢位置，而从民众跟参与者脸上灿烂的笑容，也说明了这一个充满艺术文化的社区营造活动早就深植在淡水的文化当中。记者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